看这块碑好大，这里是四十五岁，四十五岁的话应该是有后代啊。是啊，但是后代一直没找着啊。也没有过来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棵树就在碑的前面，应该这棵树的也有个七八十年呀。军政部军医署第八换输送队第四分队曾公季祥，亡于乙卯年全月一十日乙时。哎，甘老师，这个全月是哪一月啊？全月就是腊月啊，就是十二月。哎，对啊，民国二十九年立。嘉仪就是现在的嘉仪，它当时是个谐音。对，应该是那个鱼。哎，对，是一个鱼。这个地方叫老子山。1939年，我们奉新临九月份临县以后，日本鬼子在我们奉新烧杀抢掠，应该是无恶不作的。我们小时候看过这个地方有碉堡，有那个弹壕，小时候还有不少的小朋友在这里找到过，弹壕里面找到过锈迹斑斑的子弹盒。什么时候发现的？六月份，我一个朋友跟我说，我就赶过来看了。但是我感觉就是整个山，这一座山，这个整个面积下来就是真宫这一个坟墓，其他都没有，只有一座墓，就是这个墓。这块碑你小时候看到过吗？一关就是这里，我们小时候到这里不敢到这里，都是文呐，很吓人。那我们敢来，谁都不敢到，不敢到这来。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，这块碑存下来了。我们希望那会那个湖北嘉义的这个抗战老兵找着他的亲人。现在84年过去了，他的家人在呼唤着他魂归故里。